能以外，疫情过后，我们卖水果的模式估计要稍微有点改变。给大家介绍一下怎样做，通过各种平台送外卖吧，现在就是这样的。我们这疫情稍微松了一点，现在公交车、出租车可以分次的运营。关于这主要这民生的，这可以运营。我看给带大家到街上看看，现在公交和出租车可以零星跑了。街上人明显多起来了啊，但是还没开门的商店还挺多的，就是主要搞副食超市的开了。这大过去之后，外面是物业房，物业房都。街上人还是很少的，我也可以建个出租车，各小区还有人看着呢，出入要登记。这个是我们当地的批发市场，看，只留了一个门，其他门都是关着的。水果店陆续开了，都开了，但是呢，都戴着口罩。这一排，只是这个水果店和那个副食商店门开着的，其他店都是关着的。